请走右侧三车道，即将向右前方行驶。那个道路太险了。我要啊，对，是是是，马上上高速了。注意，过收费站后靠右行驶。咱车没装 ETC， 必须得那看。对，现在都是人工的了。哦，好嘞。哟，还过稳了吧？我这个车风有点大。我们现在上高速了，前方2公里，经过济宁停车区。上高速的时候，那个高速的那个坎儿往前一扔，掉到那个缝里边了，取不出来了，还不知道咋整了。下高速了。哎，到这里又不得下了。前方有匝道转弯，请减速慢行。你看看这个卡怎么治了？到收费站了。没事，给他补个卡用了。注意，过收费站后靠左行驶。太巧了，正好谁知道呢？我咋有一个缝啊？确实，你整到这里面有个缝，扔到这里面去了，整不出来了。你看，收费站的同志们解释一下，看看这个怎么处理的这件事。对对对对对，那可能好了。你好，美女，我这个卡掉了缝了，拿不出来了。拿不出来了。啊，对，我是从济宁南上的高速。啊，你扫你手机，我们的监控可以。啊。怎么也拿不出来的，我这个缝有点大。你们来上的大概几点？大概几点？7点快到点了。上的时候吧。对对对对对、啊，差不多。你要卡拿不出来的话，需要赔卡费60元。一个卡多少钱？60。哎呦，这么贵吗？一个卡60。对，一个卡60，你要需要赔卡费60块钱，然后给您发票。给您发票的话，您等到您把卡尽快取出来，取出来之后把。哦，这样从任何一个高速口都可以退卡。不，能在这边。我也只能在这边，我也是，起码就不在这边来了以后。那没办法，你卡丢失必须要赔卡费。也不是。找一下呢，找不出来吗？就是拿不出来，看到了拿不出来。看到了拿不出来。啊，对对对。好像得用什么工具，好像才能拿出来。那个玻璃半叠来是吧？那是。姐，一会儿再姐。哎呀，终于抠出来了。嗯。哎呀，手急的不行。哎呀，这看，好不容易弄出来了，我们俩的手都变形了，你知道吗？幸亏用的手比较细一点。我的手细，直接。哎呀，我的两个手当的翘杆，你这是抠出来了，最好最好。好不？拿个线，去一下。我再给你钱，再给你钱。不用给钱了。哦，啊，哪行，收入来61，啊，61块钱，啊，行，走，这里服务很好，服务很好啊，没有，这个在里边的，啊，你这边看的时候，看在什么楼？啊，对，来，看着，哎，这是终于弄出来了，呀，弄不容易。现在也收了60块钱啊！对，你靠左行驶，随后70米靠右行驶。原本想着弄不出来上塞子点，对，让人家弄去，是比较麻烦，还得压钱压什么的。对，这弄出来就好了。对，哎，你那个国家的不那个往徐州方向，各位提个醒，以后上高速。看一定要谨慎放好啊！对，千万可不要放到这个挡风玻璃前面，很容易掉到这个挡风玻璃下面去。对，到时候扣不出来，哎、到时候还扣60块钱，一个那个高速的那个卡60块钱，那有点吃挺贵的啊。那成本也是管10块钱吧？对，
也是给大家们提个醒，行驶5公里，给大家们提个醒，以后上高速那个高速的那个坎儿，千万不要放到这个，对，千万不要放到那个什么那个挡风玻璃前面。